太舒服。今天准备来这里清空整理鱼丸，如果有泡有潮水的话，我也先去换换碗了。这个有海蛎壳什么东西的，要给拿出来，要不然要换的时候偷出去都偷坏掉。我们现在这旁边全部都是海蛎壳，海蛎壳丢下去都没事，大家都快丢了。现在这么多麻烦了，慢慢来。还好我这鱼丸是大眼的，要不然这个就吃不来了。现在海蛎壳什么卷一次啊，那就消耗很多了，赚了挺多的。没办法，放鱼丸其实看去有一点鱼啊，消耗是挺大的。我家老太婆骗我，她说你进去进去，还没来，我都做这么多的还没来。这个以前讲，这跟以前讲抓那个狮子一样，那个是麻烦的，因为你扯下去断了。虽然它这是四号的，不容易断，那你用力扯着它也会断。他们开闸门的时候把我那个碗给冲走，就这个结果。上一次没跟他们沟通好，本来说没有换闸门，后来给开起来，我来不及了，全部给卷在一堆了。现在地方你看跟弄一条跟麻绳一样，做这事情也不能急的，急了就碗就破。哦，今天赶海的鸭子吃饱了就在这里睡觉了。现在弄一单好了，一包，一堆一堆。这一段比较干净。起风了，去赶海，去赶海，又出花了，睡大觉了，就该出花了哦。哇，现在出花了。这老太婆刚刚来。老太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才那后面那船后面，鸭子都在那睡觉半天了，你去看看有没带。那边，那边。就那后面，就那后面的船，感觉好像有点白白的。一个青色的，一个白色的。哦。有两个，这里有两个。哇，都是大的。哎，那里还有。哦。那还有两个。哇，接车往回来，一张300块，这种呢200块，这种是紫鱼的，抓紫鱼的，这都是抓大鱼的，这个1.5米高度，这个2.3米高度。今天就做一个鱼丸，先菜摘一点了，炒一点菜吃的。今天买了一块猪肉，有的人可能看这个看着青菜有虫子，可能都会吓半天。其实也没关系，我们会吃它，它不会吃我们的。其实欠这个是可以吃的，就这一点黄黄的，可能吃了没什么营养，就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市看，有的人买这个大白菜，拼命摆，个摆成了一个娃娃菜一样。今天晚上的菜可以吧？这就是今天捡的那蛋，我就捡两个青菜。吃饭，吃饭。今天花了3000块钱，明天不要买菜，省一点。都没赚钱了。哦，
白天就是整理一点渔网，后来就是新买的渔网他们来了，那今天就这样，再见。